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咁今次同大家试下打呢个刺目童子啊。咁你见礼装方面就征得用呢个 Zella 王啦，因为加200% 攻啊。好啦，咁跟住其他全部一律用晒呢个金士啦，因为金士系只要你喺身嘅话咧，咁啊全体加呢个50% 啊，系啦，咁啊，好奇，喂，咁啊，好友嗰只梅林建议嗰个最起码头两个技一定要10噶啦。 咁我只孔明777，冇办法，咁啊征得就466，咁啊真系渣啲啦，但系就试下打唔打到，系啦，系应该有机会打，我暂时系未过到嘅，我最好一次打净佢30万，打定30万，嗰下系有开头，但系都要讲少运气，我打呢只嘢，好啊，照旧啊，开烂晒几时。 好啦，由于征得有个礼装加持下咧，佢嘅技能非常强劲，咁我通常都开定开埋俾佢啦。嗯，谂下先，呢度唔想咁快俾梅林啦，系嘛？咁样储储技先，特登打剩一只，储多弯。好啦。 O.K. 梅林嗰度可以储翻技。好啦。 咁第一件事一定要 lock 住佢先啦，我成日都唔记得 lock 嘅，因为。王の話をするとしよう。行くぞ。咁样咯。好。 其实呢度点话要睇运气咧，其实就你睇埋落去就知啦。我打法系会有系需要少少运气嘅成分。好。我最惊佢打个贞德，我刺马筋劲痛嗰只，嗰只刺目如果打个贞德度真系冇解啊！石冰八阵。 我英雄改造先，呢个留唔留咧？我谂紧先，英雄改造，唔好留住，唔好开住。我开技先。 今场唔系太稳喎，咁样，因为今场啲卡就唔系太靓啦，我觉得。我征得呢个爆技应该打到几多？40万或者60万啦，因为开咗呢个英雄改造可能会高攻。哇，99万，黐孖筋！梅林嗰个英雄真系毁天灭地。 咁所以其实呢关呢一关征得个技都好紧要嘅，呢个大家可以睇到一样嘢。等下先啊，哇真系好核突啊！呢排你睇啲颜色，做乜鬼嘢啊？想咁点打呢？我可以，我想喊。 哇！其实征得开几次技就爆死佢啦，如果咁样计法，喂，唔好打征得啦，契弟。OK， 好危险喎，啲血咁样唔得喎。
Fairly dangerous。哇，爆击！哇，得啦，嗱，唔好打贞德，求啊你。刺目唔好打贞德 ，OK。哇，都系危险喎，但系点解冇人打梅林呢？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？爆击十三，哇，一张贞德都冇，我顶啊！依个晕，晕一晕佢先。王の話をするとしよう。星の宇宙に物見を見てから、空の端から君に聞かせよう。罪なき者の向こうに。哇，血線長期係處於呢個低水平嘅血線哦。これは憎悪によって磨かれた我が家ラグロンの目の竜兵。呢度應該得翻60,000到嘅啫，都唔知有冇，唔知有冇啊？42,000。因为冇晒状态加持，唉，好乸痛啊！救命！嗰啲晕到系好关键嘅，呢下如果晕到咧系好关键嘅。如果晕唔到刺目嘅话，呢弯就凶多吉少咯。晕到，哇！三只晕晒，有天命，有天命。天命之子，正是时候啲。哇！贞德三技爆。咁呢度要搏一搏咯，呢度要搏一搏咯，贞德三技。他にやることないの？中だな。他にやることないの？我打咗13粒星咧，讲真个机率就应该都几感人啊。我求其爆一下唔该。唉，唔爆啊！最高 percent 地方唔爆，临尾嗰下爆。你蓝级爆嚟托咩？嗱，依度好危险啊！如果佢两只打落同一只身上咧，就濑事。因为刺目嗰个大技系可以取消人哋嘅状态，哎呀，取消个贞德啊，死啦！但系真系强化解除啊 ，PK 啊，唔好啊，唔好打，唔好打，哎，好彩。咁佢打呢啲又无敌啦，又。哇！但系俾佢解除晒，哎呀，行动不能。我呢弯我要开咗个宝具先，如果唔开会死啊嘛。呢个博唔博血呢？唔好，呢度博唔过真系，呢度真系。博唔过啊，博唔过，因为贞德冇晒状态，而家博血冇乜数。别开咗 Alpha 龙先啦。所以呢个 game 你抽唔到梅林系唔紧要啊，因为你好有梅林就得啦。贞德应该开多三次技可以秒到，可以杀到佢。如果三开到三次技，75,000，好噃。贞德，贞德 B B， 依下劲吓人震，依下会封技，因为冇得，要封技啊！呢个石兵八阵紧要啲喎，呢度升20,88，我有 Alpha 龙，咁孔明摆头啦。哇，好紧张啊！呢度其实我好问水咯，就有7弯啊，时间一定够啊，一唔系佢死，又我忙喺度。嗱，挨埋啊，喂，挨埋佢啊！冇啊！哇，球咁少，哇，梅林劲硬咯，我想讲，如果贞德唔够技，食屎啊！啊！呢弯如果贞德有技，我真系同佢搏咗佢啊！有改造啊，因为我啊唔系喎，呢弯可以开贞德嘅喎，开唔开啊？哇，好想开喎，大家点睇啊？唔得开啊！可能我呢个决定系会令到我输，但系
有食唔食嘅最大惡極啊，係咪咁講啊？冇理由唔搏噶嘛，大佬你咁樣一我呢下都 ban 佢100万啊，講緊個絕招有冇啊？應該有啊，加埋後面插佢三嘢，打成50000到嘅啫喎，應該哇金個金零喎呢下，哇差4万。说好的100万呢？唉，大镬啦！难道我都系太过心急？喂，但挨埋呢弯，真系冇可能万几死啊嘛！耶，赢咗各位观众，我胜利了。好难输啊呢场。我话屈技嘅，其实基本上呢三条友嘅组合咧，可以打到大部分嘅关卡已经。黑精德孔明回林呢三条友，呢个组合真系大部分嘅关卡都可以过。当然呢个系非常欧洲啦，你可以咁讲，呢个队伍非常欧洲啦。所以当初买呢个账号嘅时候，指定要黑精德同埋孔明就系咁解。咁當然你都可以指定要黑精德同埋梅林嘅，咁你個好友咪要翻孔明咯。喂，唔係殺唔到啊呢度，呢度得一張精德點，仲要係6卡嚟喎，張點殺啊？考起小弟喎、啊，買尾希望去救力殺咯。死啦！你可以死啦！你功成身退啦！你可以死啦！喂，冇啊！我打精喂麻痹，我后边有啲咩人啊？想问下，咦又有 Brasaka， 好啦，咁啊强行屈死佢可以，好啊！第一次赢，我第一次赢，我同你讲，我都系好 ，Come on baby。喂，死咗系唔会跌嘢喎，系唔跌伤嘅喎，好稳笨喎。但系你打死佢啲手，佢啲手系会跌嘢，我想讲。好啦，第一次过啊，呢个好感人。嗱，呢张卡就系1000以后先至可以用到啦。我睇下先，我加20咁大把，多谢晒。喂，以后唔知点样入手，我试下先。哇，佢拎到劲多嘢，睇一次过。我哋睇睇先啦，我哋试下强化一次先啦。精德，嗱咁啊用到啦，你见到 HP 零，哇一张加20，顶你啊！咁加到出年清明都未得啦，咁样，我黐线佢咁样喂，唔肯癫系嘛？四星加20咋？但我一定系俾晒精德嘅，同你讲，我将我所有嘢都俾晒精德，因为1000以后你见到三星系用唔到嘅，已经系劲稳笨真系，搞到嘥咁多嗰啲。但系之后佢应该可以开放嗰啲绿色结晶体去换啦，如果唔系喂咁点玩啊？二十，即系要换100只啊？唔系二十，唔系二五得五十只，50只系嘛？冇计错，50要换50只，真系阴公咁样。同埋呢啲系我未试过大成功，应该唔会有大成功啊！呢啲系我成日都幻想，如果大成功系咪会双倍咧？应该冇可能。好啦，咁今日打呢、這个刺目童子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咁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